原标题，明末忠臣们的几句怒吼，崇祯若能听懂一句，明朝都还有救。作者：我方团队张欣。作为一位最招同情的亡国之君，明末崇祯皇帝一桩极惹同情类的事，就是被大臣坑。这位少年即位的帝王，满怀中兴大明朝的理想，17年如一日埋头苦干，却无奈越苦干国事越糟烂。满朝的文武大臣除了成天混日子，也是对他连哄带骗。待到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，那些崇祯帝生前无比信任的主公之臣们，更是跑得跑将的将，以至于农民军给崇祯帝发丧时，这些大臣们竟然都装没事人样子，心寒齿冷的场面，恰如崇祯帝上吊前的备亲遗言：“诸臣误我。”那么，是不是明末年间所有的明朝大臣们都是这样在侮崇祯？当然不是。比如下面这几句明末大臣们发自肺腑的怒吼，崇祯皇帝哪怕听懂一句，这大明朝都还有的救。一、梁廷栋：国家遣一番巡防，天下加派百余万。明末一笔出名沉重的赋税，就是辽东开打后征收的辽饷。崇祯帝朱由检刚登基时，各位御史们也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纷纷上奏怒斥辽饷的劳民伤财，但眼巴巴等着辽饷救急的明朝兵部尚书梁廷栋却是终于忍不住，愤然上奏折为辽饷辩护。其中的一句话更是把各位御史的脸打得啪啪：国家遣一番巡防，天下加派百余万，辽饷劳民伤财都不如你们这些御史们下去巡查一番坑钱多。为何如此说？以梁廷栋的形容说，